跑四五名啦、啊。上季尾嗰場都係。我而家依家跑呢、這個轉彎一千，一二三四贏過嘅閃電精靈、人和嘉興、多多寶記、天火同仁、無限商機又贏過，過河競卒就贏過，咁啊入個位置。最叻跑位置嘅咧就係黃俊呢只紅酒之寶，排個十二檔。最叻第四名咧就自省財星莫雷拉，其實第十檔都好即係唔係好形勢嘅。嗱，上次跑得好咧就係二三四六，但全部入在位置嘅，都二三就贏咗出嚟嘅。有三隻馬就從未落地嘅，就係二三四呢三隻馬咧，就係、是、譬如只二號人和嘉興咁咧，就跑兩次，一次 win 一次第二咁樣嘅，即係百分之一百入 Q 嘅。咁就三號多多寶記咧，就跑過兩次，就兩次都 win 嘅。四號咧木火同仁咧，就係、是、跑七次，三個 win。兩個第三，兩個第四，又係未低過第四名嘅。咁呢三隻馬成績係最好噶啦。一號係咩咧？一號就係跑都過十七次啊，贏過四次喎，都幾叻嘅喎。十七次贏四次，所以一號仔就係0.23勝出率，0.5嘅上名率嘅。咁就四號咧就係0.7嘅上命率，就0.4嘅取勝率。咁啊，即係最好成績就係3.241咁啦嚇。即係我嘅 ranking 就係3.241咁，都係呢啲，都係呢啲啲大 number 嘛，就最好噶啦。咁就著初次出賽有兩隻，一隻叫做咧胡椒軍曹九號仔，夾晚有單位數字喎。咁就話莫雷拉有隻單位數字初出啊，贏咗出嚟咯喎，三點幾倍。咁啊，另外一隻馬叫實力派，實力派就係夾晚22倍嘅，就是、史卓峰嘅。咁呢只胡椒軍曹啊，多啲飛，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即係積極啲啦，我估都會係啦。咁啊，而家佢即係佢如果計下數啦，如果贏得只二號、三號、四號，佢就有機會 win 噶啦。呢只胡椒軍曹啊，睇佢點安排啦。啊，初出另一隻九號胡椒軍曹，呢只咪而家九倍。初出嘅配田泰安嘅，啊都幾淡定啊嚇，九倍啊。咁啊，澳洲啊跑開窄場嘅，但佢唯一跑得唔好嗰兩場都係變化地嚟嘅。咁、本身就係一隻有速度啦，都係放頭馬，但係呢組哇咁多嗰啲真係子彈快馬喎。係咯。咁如果佢捉住留住去鬥後勁，其實冇乜證明過喎，喺我哋贏佢都係擺前㗎。主持緊二三四九，你有隻初出九號。咪28蚊獨贏，睇下睇下只九號仔落唔落飛啊！九號仔如果落飛嘅話，只二號仔會好分啲嘅啦，會。三號幾好啊！三號多多寶記跑兩次贏兩次，上次莫雷拉跑 win 咗，而家交俾霍宏星，咁莫雷拉就走去揀只自省財星啊！有冇得揀嘅？佢而家好似弱勢啲喎，好似啊～自省財星，四號咧就上次周俊樂跑第三嘅快活谷一千，咁今次排個幾好檔啊，又再嚟過咁樣啊嚇。呢只天火同仁咧就跑個七次，全部喺前四名翻嚟嘅，都好穩健嘅一隻馬。四號仔其實幾好嘅。不過我係貪心睇呢只九號仔，好似初出好似又有啲飛咁，所以就二號九號咁啫嘛。其實二號四號係一個好正路嘅選擇嚟嘅。
英文头 Jenny 咧就拣咗10号嘅三星好运，6号智醒财星，2号人和家兴，同埋4号嘅天火同人。大家有时错过 Jenny 心水，都可以上翻 Jenny 拣冷门买行头嘅10号仔啊，三星好运，佢话10号仔靓，潘明辉，即系10号仔就未跑过呢个路程嘅，就上次7，前次8，都系未近咁样啦吓。但系佢话状态好。我仲话跑开1200啦，记得之前。咁啊，而家就入紧闸，但冇灯嘛，就系 Win Pay 大热红格就系得2号，9号咧就喺8倍同9倍之间闪嚟闪去。咁啊，3号啊落咗少少飞嘅，之前11倍，而家10倍，所以有飞嘅即系2号、3号、4号都系啲好彩迹嘅马啦。9号同6号啊，6号系智星财星即系莫雷拉啊，骑师咩飞啦？咁啊，睇下人和家兴同埋嗰只智星财星啊，点样互动啦？两大师傅啊！好啦，智星财星。全部马匹准备到6场3班1000短途，浪琴标锦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前面快噶嘛，人和家兴都快闸啊，向中档嘅位置嘅。咁啊，响佢入边咧，仲有天火同人啦，内栏胡椒军曹啦，外边位置咧，咁啊，仲走上去就红酒之宝第5位智醒财星啊，后多层啊嘛，多多宝企内栏63无限商机啊，尾5外边啊三生好运啦，尾4红衫咧就万里飞至，尾3咧就过河竞出啊。暂时电脑一队咧有呢只就实力派同埋闪电精灵噶。转紧弯嘅时候咧，前面人和家兴咧就放噶啦，天火同人咬住第2位，第3位内栏胡椒军曹，第4位咧仲有呢只红酒之宝啊，紫色眼罩嘅，外边智星财星啦，斗出边上噶嘛，三生好运啦，同埋大外当万里飞字噶，好啦，最后200多米啦，咁啊人和家兴攞到栏，仲系占先咗大一半嘅身位，天火同人咬到佢追紧噶啦，再后边嘅位置仲有胡椒军曹啦，外边上咗嚟嘅马咧，仲有呢只三生好运啊，最后100米到啦，人和家兴车轮边仲系占先，天火同人追足成条直路，咁啊都系接近嘅，第3名系胡椒军曹。果然就系呢几只马啦，系咪2号、4号、9号啊？哇！只胡椒军曹真系你真噶，唔系讲笑噶，真系都赢咗后边站马成一个马位噶。只叫胡椒军曹啊！我仲都即系我位置 Q 有钱收啊 ，Q 就输咗。咁啊，中咗个 win 啦，即系虽然热门吓，但系我估佢赢，影赢咗个，我估潘顿影赢咗个。咁就4号仔，梗系4号仔咧就系6档啊嘛，靓档啊嘛，就轻几磅咁啊嘛，梗系同你斗过啦。反而只多多宝器咁好赛绩。莫雷拉上次贏咗都冇影嘅，哇幾積極啊！你睇下潘頓出嚟133磅，咁啊周俊來已經拍住佢啦，就係呢兩隻馬翻咗嚟啦。咁誒喺只內欄嗰只田泰安深色衫嗰只咧，真係禮真嘅喎嚇，真係一初出，但係初出捧杯好少嘅，好少嘅真係。所以做腳啊，差唔多真係。咁而家潘頓帶頭轉彎，周俊樂喺第2碟追住佢。阿軍曹喺貼欄嗰邊，俾人品字型咁樣頂住佢。唉，而家先揾到，而家先揾到條直線望空嘅路徑，咁樣衝上嚟，都越吹越近㗎。得呢只9号仔，我諗會贏啊！今年2、4、9、10。又跑第2名嘅4号天火同人啦，第3名9号胡椒军曹，第4名就10号三星好运嘅，睇埋啲派彩，预计派彩派第1名2号人和家兴，独人派25蚊，位置派16蚊嘅，派第2名4号嘅天火同人，位置派15.5，派第3名9号胡椒军曹，位置派26。